你们勾结外人，把现在市场上所有的蓝海集团股份全部拿走了。现在蓝海集团已经落入外人的手里了。什么蓝海集团？我不在乎。想拿的，尽管拿走。我在乎的，只有庄家。我只在乎踏进庄家大门的任何一个人。而你，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带着你的身份和野心，立刻从我的家里滚出去！ 还想拿出来那一份伪造我父母的录音吗？你真的很有本事啊，连录音的原件你都找到了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他们死了，死在17年前那片漆黑的深海里。